哦，这个商店还开着呢。商店还开着呢。哎，看导航这个怎么走的？返回当前位置，这么走也行。往下扎，呵呵，直接往前走呢，就走到市场街了。就走到市场街了，对，走到市场街就知道怎么走了，也不用导航了。我只要到了市场街，我就知道怎么走了。这些街我分不太清啊，东一个西一个的小窄街分不太清。啊，这个 Hi，Hi fine，Hi good day，good morning，也挺有礼貌，对外宾挺有礼貌，但是我还比较怕他们啊。这些人挺害怕的感觉，其实他们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，营养不良啊，休息不好，他们的身体其实还是不太好，所以你看他们走路啊啥的都不太正常啊，站不直，有关节炎什么的。咋整？老美这边无解啊，这些流浪汉的问题无解，是吧？这个空气中飘散着一股人体液体的味道，气味儿。所以他这个所说的发达是 GDP 的发达吗？还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就是人均资源发达吗？也不好说啊。就是他们的生活幸福指数怎么样呢？我不觉得有多高啊。我看着好多华人中产也苦哈哈过得紧巴巴，苦哈哈。下坡啊，颠一下，这个路尾的有个坑，行。爱迪杰。Embassy 大使馆，大使馆的一个宾馆吧，那是一个大使馆牌宾馆。这块就相对平一些了，这块。这个车在收这个瓶呢。玻璃瓶啥的，咣啷咣啷的，在捡玻璃瓶呢。哎，这个直接走是到市政厅吗？Golden Gate 金门路，有可能是从市政厅经过吧？看样子像。市政厅啊，只不过市政厅已经闭灯了，现在是凌晨将近3点，市政厅已经关了。市政厅边上坐着3个人啊，大眼瞪小眼在那瞅呢，来聊天呢，没地方休息吗？他们没有钱开酒店吗？没地方住，可能是在路边坐坐一宿，第二天白天找个地方睡觉，白天比较暖和吧。苟活于世啊，这样。
今天跟洛杉矶一位朋友，他叫 Angel，我说我在这边混日子，他说啊，你混日子，我说啊，我说我在美国混日子，他可能有点惊讶啊，因为一般华人是以这种强者的姿态示人，展示给别人，我是在这混日子呢，确实也混日子，公共健康部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。101 Grove 街，公共健康部就是卫生局吧。哎呀，我要穿棉马甲，有点冷了啊。风一吹，有点这个散热啊，热量散出去了。这个地方平时风很大，今天风还小还好啊。如果平时风大的时候，呼呼呼，使劲使劲吹，帽子都吹掉了那种的。树叶哗哗掉那种的，今天还没什么风，还可以旧金山这边移民面谈啦，还是移民法庭，通过率还是比较高的。纽约那边也行，纽约那边移民局面谈通过率低，但是移民法庭高一点啊。反正总之。其实从移民的简单程度来讲，旧金山这边相对更简单的，只不过是这边移民法庭办理的案件太少了。现在在 Concord，在湾区的 Concord 那边好像又开了一个移民法庭啊，原来是一个移民法庭，现在又开一个，增加移民法庭数量了。我应该把这个。棉马甲穿上啊，有点冷了。我把自行车停这，穿棉马甲，穿。冷了，I'm 冷了，I'm cold 啊。这边风大，这块。I'm cold. I need to wear my cotton jacket, otherwise I will catch cold.